所以戒严众生、教化众生，要有他心通。你不会教错方法啊！位移为灭，康僧开的本子，不得见他心之下旨之百千亿，若有他诸佛国中众生心念者，不取正觉。啊，这是法藏菩萨的愿文。啊，如果往生极乐世界，这些人不得见他心智，啊，就是不得他心通。啊，往下数，知百千亿，若有他诸佛国中众生心念者，他就不成佛。那么法藏成佛了，这一愿实现了。凡是往生到极乐世界人，对于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众生起心动念，他全知道。我在此提醒大家，这经文听明白了，你害怕不害怕？我们在这里起心动念，极乐世界里面的人没有一个不知道。啊，不是身目所视、视手所指，不是啊。极乐世界里面的人无量无边的，我们这个地球太小了，才70亿、啊、他们那条无量无边众生呢，没有一个不知道。那我们干什么，在隐藏地方，在黑暗地方，他们都看清楚，他们都听清楚，你能瞒谁？所以我们确确实实要回头，时时刻刻分分秒秒都不离一切诸佛菩萨，凡是往生极乐世界通通成为菩萨，四徒三辈九品，他们每个人都看到我，每个人都看到我的环境。我们有一点污点，我们自己不知道，别人看得很清楚。啊，将来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十方诸佛刹土众生起心动念，我们要看清楚。这样不能不知道。啊，这个文后世啊，结此经者也有念书，也者下旨，乃就此通力以下者而言，可知百千亿能有他诸佛诸佛故，若其上者呢，则可知十方不可说不可说，微尘数佛刹。啊，这是一个说法。第二个说法呢，下指众生的心念，若论其上呢，则可知诸佛菩萨之心。真解语：二乘但知凡夫小圣粗心，不能知悉诸佛菩萨所知微细，乃至佛心也能知之。这个说法说得好啊，
上下。是旧听言通听耳通他心通来说的，啊，往下他是初地菩萨，初地以下的他都能看见，那么以上呢，以上就可以能看到诸佛，诸佛菩萨的心念他也能知道啊。诸佛菩萨心念是无念，啊，他会不会起心动念？会。什么时候起心动念？教化众生，教化众生，随众生心应所知量，啊，凡夫起心动念是业力，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起心心，啊，业力，诸佛菩萨是愿力，他在因地曾经发过，发了这个愿，要帮助苦难众生破迷开悟离苦的路，他有这个缘，所以遇到跟他有缘的众生他就有感，我们求佛，佛菩萨就来引，啊，感应道交，啊，那么第二个下面是指众生心的，众生十方世界一切众生起心动念他知道，那论其上呢，那上也诸佛菩萨，诸佛菩萨起心动念他也知道，啊，这真解里说得好，二乘但知凡夫小圣粗心不知其细，微细的念头你像弥勒菩萨知道，啊，我们这一个粗念里头多少细念，一弹指32亿8000年，100个千10万，32亿乘10万320兆，这一弹指极乐世界菩萨知道啊，这样微细的念头我们根本就没有感觉啊，弥勒菩萨知道，弥勒是等觉了啊，在极乐世界往生到极乐世界刚刚去花开见佛啊，虽然刚刚去凡夫去的，还有比我们凡夫不如的畜生道去的，魔鬼道去的，还有地狱道去的，只要见到阿弥陀佛就得佛力加持，六种神通跟佛差不多下即下，那就是他方一切诸佛差不多，上诸佛菩萨啊，设法界从诸佛菩萨到六道众生他全晓得啊，看得清楚听得清楚，他有宿命通，知道你生生世世啊，你做了些什么，他才能戒引你教化你，才其理其机，如果不明了，说法不其机也。度众生有困难的，啊，像佛陀在世，他老人家度众生，
每个人去向他请教，他说法不一样。虽然不一样，个个开悟，个个明白了，得利益了。啊，我们没有佛的智慧，没有佛的定功，我们说法多半是自己主观观念啊，就自己体会到的，向别人做报告啊，别人程度跟我差不多的，他见得到，他会得利益。程度不相同，有是差距的，依然有给我啊，这是在现前我们自己能体会到的啊。所以我常常劝同学们，我们要干真的，不干假的，干真的，用真心处事待人接物，不欺骗人啊，真心里面没有染污，没有染尽，没有善恶，平等的真心是清净心，是平等心啊。妄心就是分别计较执着，这个心不好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